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tevie Bar 全台湾最智障的酒吧，我是 Brandon。Hello， 我是古同学。耶、yeah, ，今年复出第一步，虽然今年已经剩不到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场景不太一样？大家很熟悉的那种上班族的环境会议室。我们今天要谈的呢？谈恋爱。对。我们这一集其实手摇饮系列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请出的是咖啡，星巴克的咖啡。在办公室喝咖啡非常的正常不过，所以偷偷加点酒精。应该是不会被发现的，默默的那种做坏事，然后呢，好像会被发现，不会被发现那种兴奋感。那我们今天找古同学来，其实还有一个用意，我们呢要重回 Steve Bar 的荣耀。因为其实我最早之前以前是短剧的，真的，我们每一集对什么 Mojito 去冰啊，然后什么之类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希望呢雪景不要再跑出来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今天呢就要教大家咖啡调情，咖啡调酒，调酒。谢谢。完了完了，学姐又跑出来了。喂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在订半小时后的餐厅。好、哦，迟到罚三杯哦哈。好，待会见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哎 ，Brandon， 这可以帮我改一下吗？我明天中午开会的时候要。可是组长，我等下约半小时的餐厅了。真的吗？那我改成早上。好，以上的话句呢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75。你刚不是说69？好性感的分数哦。好，来，没关系。我们主要的不是看我们话剧，我们要是看那个情境。你很多事情没有做完，那你要在赶时间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可能再调再复杂的，因为你的工作已经做不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来一个逐调的，看你的怒气值决定加多少量。通常焦糖玛奇朵啊，它就已经这种甜味了，这种甜味的感觉呢，就适合加那种有熟成过的人民酒。然后呢，就看你的怒气值决定加多少量，通常加30。所以呢，你假如怒气值跟这个躯壳一样满出来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就尽量的倒，我们把它倒进去做直条。太多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加进去，然后呢，稍微 stir 一下。嗯、好。其实呢，这样搭的非常非常的棒。因为它材料其实本是同根生，硬要接这个。因为兰姆酒它是用蔗糖，那通常焦糖也会用那种蔗糖的糖去把它焦化，然后可能加鲜奶油或者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它的甜都一定是加兰姆酒没有错。这个蛮好喝的，蛮好喝的。嗯，那紧接着呢，我们要下一个话剧社。假如大家看不下去，可以跳到2分钟后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北部，我们预计要开26间店。中部要开32间，那南部的话，我们目前的目标是28间，可是现在要年底了，到底开了几间 ？Brandon， 北部开几间？零。中部开几间？零。南部开几间？报告没有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，连一个尾数都没有。不是不是，主管，因为今年有那个疫情。疫情？疫情。薪水不用给啊？员工不用养啊？店主不用啊，对，不用店主，以前店都没有，不用店主。刚的演技给自己打几分呢？古同学，78。60，我不敢再演了，不敢再演了。行啦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观众也是很痛苦到现在，我们还是要进入主轴，我们要教调酒。这一杯呢，我们是来到冷萃咖啡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冷萃咖啡呢，它是用那个低温的冷水浸泡咖啡，会比较浓醇，所以它其实很适合入袋酒，不会被吃掉。那我们呢，做一个冷萃咖啡版本的，然后会加蜂蜜的 gin tonic。我们先加入琴酒30，我们要加入蜂蜜，然后2个 bar spoon。蜂蜜比较粘稠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搅开来，顺便也让琴酒呢把它的风味展开来，因为它多一点龙水，它风味展开来。好，啊，味道出来了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有请我们的冷萃咖啡加到7分满，然后最后呢，透明水整个倒进去，倒到满。好，完成了，请慢用。豆豆，你是好喝的，认真，认真好喝。我原本以为
因为有那边虎口虾膏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好喝的。这是咖啡露琴酒，这个还有，而且好香啊、哦。嗯，好，嗯，你看这甜甜的滋味，让那个。那个主管的那个怨气，对对对，都转换成这个甜蜜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相信观众呢，大家不想再看我们第三部的话剧设计，我们等下就直接调酒进入重点。好，没问题。但是假如观众呢还想再有什么样的怨气，我没有演出来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用文字这样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一情况，假如说大家还蛮推的话，我们再来帮大家做一个话剧社演出，然后大家心情调酒啊，我大概是怎么状况，我要喝哪一杯，心情调酒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接下来呢就做一个简单版本的 espresso 配上菌冲，其实大家可以这样喝，他们也很流行，就是无酒精的话就是通灵水配上咖啡 espresso， 通灵就跟琴酒非常的搭，所以他们就延伸出来有一个菌冲年 coffee。 好，这个呢我们下到45，把它铺到8分满，因为 espresso 呢大概就是一个 shot 30ml 的量，所以呢就留到这个9分。好，阿古你把我全部倒下去就完成了。没问题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柠檬皮油。好，完成。完成。就是呢 ，Gin Tonic and Coffee。好，来，很清爽哎、欸，很清爽哦。嗯，好的，来来，是很舒服的，早上可以喝，下午也可以喝，整天都可以。早上可以喝，对，下午也可以喝，这很舒服。嗯，很舒服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柠檬的香气很香。对，而且我一开始想说咖啡 Gin Tonic 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喝过。但是呢，就是国外的资料有提到这一杯，它是意外的答案，难怪在美国那么流行。那请问跟这差在哪？这个呢，有用到的蜂蜜、甜味、然后而且它是用冷萃咖啡。这个呢，它反而是两种苦的基调，一个是 Espresso 的苦嘛、然后另外一个是通灵水的苦、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苦层次，但是加进去它有气泡就变成清爽、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咖啡调酒，假如呢你要想更多知道咖啡调酒的知识呢，下礼拜准时收看我们调酒百科系列，将会有咖啡调酒为您呈现，我们 Stupa 下回见，拜拜拜拜。